那我们先来看这台 Canon EOS 10QD， 这台的话用的是这个24R5的电池，一颗，我们刚已经先放一颗要测试进去哈。这台配的是这个35-135的这个原厂镜头，还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啊。那打开的话就是从这边原本 L 哈，转到转它就会开始哈。可以看到它这个快门和正常可动作，可以看一下。快门闪灯都正常，快门闪灯都正常动作。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的这个状态，镜头。机身握把，这个机身握把正常，机身握把正常。那我们看一下底片式，底片式这边，可以看一下底片式的状态。然后还有底部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Canon EOS 10QD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